观众朋友，我是民权时报。现在呢，我们来到社子岛规划开发的说明会现场，这是由台北市政府来主办。那当然呢，现场来了很多支持的民众跟反对的民众，每个人的声浪都不一样。那对于这个支持跟反对的民众呢，其实在现场会议的时候都有开放给每个人来做说明，只要你有意见，你有登记就可以来提言说明。那这个会议已经进行了大概将近两个小时哦。其实刚刚呢，在市政府这边呢，有做了一些简短的一个说明。对于安置的补偿啊，他们也会有所重新规划，或者是对于社子岛的其他小段的一个部分问题，他们甚至还能够做客制化的客户问题解说。接下来在于最重要填土防洪的部分呢，其实在这个具体的规划上面，也还要透过行政院啊、经济部来做一个开发跟说明。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市政府是非常有想法，说要针对我们所有民众不管支持反对的声音，其实他们都愿意听得进去，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好好坐下来，然后一起来互相针对社子岛的开发案子来能够进行有一个和平理性的一个探讨。以上记者陈晨欣现场采访报道。